好，比赛开始。跃入水中之后，陈俊儿就展现出了自己的优势啊，出水就已经取得了领先。是的，不愧是短距离的运动员，对，爆发力非常的强。转身之后，陈俊儿率先转身，24秒70，哎，成绩不错。第二个是牛广胜，第三是王希哲。看一看今天晚上有没有00后的小将可以向80后的记录发起挑战。是的，全国纪录再说一遍，1分54秒35，吴鹏在2008年创造的。看看陈俊儿啊，2004年的小将。这个记录有没有可能被他打破？100米转身之后，53秒68，也就意味着他最后100只要游进1分，他一定就能打破这个沉默14年的记录。是的，陈俊儿现在还是领先所有的对手一个身位以上，优势明显。但是我看到牛广胜好像在速度在加速。是，牛广胜现在处在第二，他现在奋力的追赶。陈俊儿率先触壁之后，现在向终点游去。加油陈俊儿，加油牛广胜。1分23秒44，也就意味只要最后50游到30秒以内，他就有可能打破这项记录。哎，好，看到了，他在加速。陈俊儿现在奋力向泳池边游去，全国纪录的线在他身后，吴鹏的记录，陈俊儿最后5米，加油，最后的道别。哇哇，陈俊儿新的全国纪录，1分54秒16，打破了吴鹏保持的1分54秒35的记录，非常不容易啊！祝贺广东队，祝贺陈俊儿。